果能实现你三秒的特效愿望，你会想看什么特效？嗨，我是六子渊，这是三秒特效第十七集。那我们一样收集到非常多观众的留言许愿哦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则留言是什么？想看六六的手打墙壁，结果手卡在墙壁里，用力一拔，手和身体就分开了。好，这可能会有点痛哦。不，还蹲在里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那下一个特效，凡是碰到东西都会变成杯子蛋糕。好哎，杯子蛋糕。哇，真的哎！哇，天哪，这真的可以吃吗？真的是杯子蛋糕哎！所以到底为什么是杯子蛋糕？六六在打篮球的时候要投篮，结果鸭使用樱木花道的呵呵防守，害六六无法投篮。这个篮筐的高度，我应该可以轻松上篮。哦，看我的哼哼防守啊！呀、啊，什么？哦、啊啊，这什么、啊啊？为什么叫哼哼防守？好，那下一个特效。要讲一个冷笑话，但因为太冷了，直接把六六结成冰块。笑话哦，嗯啊，我有一个我觉得这辈子最好笑的，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做小菜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么冷。好，那下一个，我想看六六被外星人绑架。等等，你们有听到什么吗？哦，是我家族的人，他们要来接我回去了。Go！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六六玩游戏输了要弹额头，但头也被弹走了。好，那我们猜拳好了，最公平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弹吧。好，这一刻我等很久啊。啊，快啊！好远哦。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六六做出这三个 emoji 的特效。哇，好多表情符号啊。那我来试试看笑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好，那下一个，哎，哇，好浪漫的感觉啊！哦，酷酷酷！那下一个，那下一个，哎，哦，这是怎样？爆炸！好，那下一个留言是，我想看六六的手和脚位置交换。好哎，来试试看手脚交换，嘿，哇，我脚都变手了，而且。来玩一看，剪刀石头布，好像没什么效果。哎，子渊，哎哎，好怪啊！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想看六六坐在游泳圈上的移动，地板会有水痕特效。好，我这边有一个游泳圈哦，那推荐大家玩马奇这款游戏。那我就是像这样子，坐，哇哇哇哇！对，他游戏大概就像这样。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想看六六跌倒，结果地板肿了起来。啊，这我的肩膀，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！好好，没事没事哦，哦不会痛。啊、什么？哦，好，我超喜欢那个效果，很有想象力。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想看六六吃薯条，结果发现没有番茄酱，所以就拿了一个番茄说了一些咒语，然后番茄就变成番茄酱了。好诶，吃薯条配番茄酱，但我没有酱啊，有番茄啊，那不然念个咒语变成酱。哇，真可以沾诶，真的就是番茄酱，酷。好，那下一个是想看六六像 Minecraft 一样随时可以打开物品栏。好，来敲个木头啊，开背包看看有哪些道具。哎、啊，平底锅，好吧，装备一下。啊，哇，小刀刀，哇、啊，这个攻击力好高啊！好，来装备一些防具。哎，蛮多武器可以用的。哦，三角铁棒。哦哦，这两个是一套的吧？酷。好，那下一个特效是想看六六跟蜡笔小新一样用屁股走路。好，屁股走路其实就跟开车一样。好，方向盘，嘿，走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非常多留言哦，都非常有创意。我就喜欢这种超现实，然后可以打开大家想象力的一些特效。那一样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，你觉得这一次哪一个特效最有趣、最有创意，都欢迎跟我分享哦。那也不要忘记在底下按个喜欢，让我知道。那未来这个系列我就会多拍一点。那如果你还想看我实现什么样的特效，都尽管在底下留言 #三秒特效，然后打上你想看我做的特效。如果够有趣、够有创意，就有机会被我实现出来哦。好，那这个影片结束了，喜欢的话分享，不要订阅、追踪、Huber， 每周六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拜拜。想学特效，想分享自己的作品，
快到六子渊秘密教学社团，脸书搜寻六子渊特效教学，限时开放加入。Thank you.